服务员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个子高高、盘着头发的女人？走，你带她们进来，其他人跟我来。 你好，我们找遍了船上每一个角落，没有发现他的踪迹，会不会被人劫走了？他就在这条船上。啊，可能的地方我们全都找过了。你们回去休息吧。去休息？那赵雅琴？有我呢，去吧。 实在不该来。既然来了，就不必藏头露尾了。出来吧。你到船上来，不会是为了执行任务？ 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。哦，你怎么想到是我？赵雅琴仓房地板上的脚印告诉我，你来过。脚印？ 那是一双穿靴子的脚留下的脚印。赵雅琴是不穿靴子的。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。很多人都这么说。你知道，今天我很累，不想再玩捉迷藏的游戏。 赵雅琴呢？哼，他就在这条船上。这我知道。你这样做是想证明什么吗？哼哼，你不是程汤。 赵雅琴说：“程汤。”
已经死了。他还活着吗？他还说你是共产党。你是共产党，对吗？我在等你回答。I can speak English. Do you understand? 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会说英文，你知道吗？哼，这能证明什么？你的这套把戏是受了老板的指使，还是因为我看穿了你的心思而进行的报复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？如果你受了老板的指使，再一次试探我，你就要为此而付出代价。哦，说说看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遇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，心情变得非常烦躁。本来这个时间我可以休息了，喝杯水，看看书，也许会睡上一觉。可是你却让我站在这儿，听你说这些不怎么幽默的笑话。如果你不能够给我一个很好的解释，怎么样？告诉你，我是在报复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是这样，我还可以理解。人为了自己所做的事情，总是可以理解的。你真的要割开我的喉咙？话我只说一遍，你听到？你正在激怒我。难道这句话不应该我说吗？刚刚我对一个蠢货说，他会看到自己的脑浆，他看到了。赵雅琴呢？他死了。
他对你真的那么重要？当然，非常重。哈，哈哈，我倒想看看，失去他，你会是什么样子？你说我会是什么样子？ 杀了我？当然不会。你刚刚说过，他死了，我也要死。是你的老板会杀死你。哦，为什么？ 你知道黑鹰计划吗？当然，那是毛人凤局长临行前留下的一份绝密的行动计划。那计划的具体内容你知道吗？只知道这是有关在重庆实施一系列刺杀和爆破的详细行动方案，具体的 我就不清楚了。这和赵雅琴有什么关系？赵雅琴就是这个计划的核心人。哦，这就是这个女人对于我的重要之处。你是为了计划？是的，但我对你和赵雅琴都没有兴趣。 不过有一点，我可以告诉你。如果要我在你们两人之间选择情人，我宁可选你。你会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对你们两个都没兴趣。 刚刚我在赵雅琴的仓房看到屋中很整齐，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。而我的手下说，他们搜遍了客轮的各个角落，都没有发现赵雅琴的踪迹。那么，他会在哪儿呢？我说过，他死了。他当然没有死。 不要动，枪会走火，你的脑袋砰会爆。让我怎么说呢？如果这是报复，你可以算是这出闹剧里最可悲的人；如果是试探， 将要为此付出代价。说吧，是报复还是试探？是报复。你在骗我？我没有，是真的。玉仙想要报复你，所以用电台给老板发报，说你可能是共产党。 他有办法试出你的真假，所以老板。
这才命令我们，是这样。你别听他的，他在胡说。雨欣，你，我根本就没有给老板发电报。你们两个可以活下一个，选择吧。开枪啊！杀死他！他愿意为我死的，是吧，海马哥？可怜的家伙，看在你快要死的份上，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。我从没爱过你。好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。的人总是这样的下场。起来吧。你不杀我，我怎么会对自己的人开枪呢？我这么做不过是想让你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她以玩弄男人的情感为乐趣，而你呢，不过是被她玩弄的玩偶而已。在她的心目中，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，因此在关键的时刻出卖了你，你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走吧。郑长官，其实你说的这些话我都知道，也许是被鬼迷了心窍吧。我是真的爱他呀，好自为之吧。谢谢你。